大家好，我是小林，欢迎收看均匀园艺。芦荟耐看，用途广，养的人很多，除了充足的光照和及时浇水外，这两件小事也别忘了。这样长出来的芦荟不仅纯天然，小芦荟还满盆冒。一施肥时以有机肥为主，比如可以用豆饼肥，将豆饼碾碎，装容器里加入清水后放阳光下暴晒沤制，四周后肥水就腐熟了。 用之前先稀释，再沿着盆浇灌，芦荟不仅需要透气墙，不易板结的花土，施肥也很关键。用这种有机肥水，不仅保证芦荟绿色纯天然，还能优化土壤结构，保持土壤透气不易板结。除了豆饼肥，蚯蚓粪也是很好的选择，同样能起到补充养分、预防止土壤板结的效果。二、及时换盆，每过一到两年就需要换一次盆。 目的就是更新它的花土，经过一定时间的养殖，花土中原本的养分，包括其中的微量元素，大部分都已经被植株吸收了，追肥补充的未必就齐全。及时给它换一次土，能够提供更多养分的同时，也保证更好的生长环境，这样芦荟也能更轻松，爆盆更容易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记得订阅关注哦，下期再见。